第一回合真的是竞争激烈，那我们看一下第二回合 Chef Claude Scallop two ways。The second dish is a pan-seared fresh scallop. Nothing fancy about that. I work with those all the time. But then I took the dry scallop and cooked it down in some tomatillo sauce. Okay, so that's kind of a Mexican thing. It has cilantro and jalapenos and onion. I'm going to cook that down a little more after it's even been soaked. It needs that.And then put it in the blender and it will come out almost like a mashed potato consistency. So it's a condiment or a complement condiment to the side of the fresh scallop, okay? But again, it will be almost like a mashed potato consistency. And it has a very intense scallop flavor to it. So the scallop is important, but the dry scallop puree is really what it is on the plate.A little bit of pickled red Fresno chilies, and again, I'm probably going to shave some of the scallop on top again, just for as a little bit more complement. That dish, the second dish, the seared scallop dish, is much more intense. It definitely is it's a very strong flavor. You know, the scallop is strong flavor, and then the puree, which I think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dish, has a very intense scallop flavor. It's a little bit spicy.Just a little bit. You can have a beer and you'll be fine. Okay? We're having beer, right? Hans, what's your next dish for us? It's a beer.干贝呢，我就想，哎，很多广东菜很普遍都是做佛跳墙啊、蚝豉那种。我这次就改变个方式，干贝酿肉里加点新鲜的蟹肉，这样子要调起那个鲜味出来。蟹肉呢，这就新鲜的蟹肉，我们是用好的材料，用新鲜的蟹去蒸，蒸大概20分钟左右就拿出来。干贝是常用到的，是属于。比较高级的食材来的干贝，广东话叫瑶柱，干的干贝有湿的，这个叫干的，晒干的。有时它有先拆的蟹肉，还有那个蘑菇，还有洋葱，这几道食材，肉里也切一粒粒，也肉里肉也切进去，还有那个蘑菇也切一粒粒。切粒粒就加点咖喱，咖喱是提起那个鲜味，跟别的不同的味道。外面做都是都是传统的做法，我是想新的方法去处理这个。这个味道是咖喱带那个鲜味，蟹肉啊，干贝的鲜味出来，有点椰浆，还有花奶。这样子去调味，调味煮好了，煮好了，捞好了，用炒，炒好了，就让进去肉里，整个肉里一开二，切开就让这肉里里面，干贝就放进去里面整颗，烤大概15分钟左右，烤热了，比较出来的口感是比较香。好，第二道菜上来了。那么第二道菜上来，这个给我的第一印象，两道菜都非常讲究色彩的搭配。嗯，最起码我们先看到色彩的搭配，然后味道怎么样呢？那就要亲口尝一下。这个肯定就不是干贝，这个是新鲜的 scallop。嗯，very good。为什么这么多辣椒这么辣？很辣吗？哦，你就是因为旁边 sauce 干贝本身。嗯。このソースと絡めると非常に合いますね。絡めると非常にマッチングする、非常に合いますね。好，第二道菜，这个做法我真是不要说见，连想都很难想象出来。酿进去东西。这是干的干贝。对，中间的是干的干贝。干的干贝。哦，好吃。
真的，真的。但我本来很喜欢 avocado。こういう干し貝柱を丸ごと使ったこういう料理って日本であんまりないんでちょっとびっくりです。然后这个干贝，我觉得它应该是也有泡过嘛。泡过。呀，很好，很好。恰到好处。恰到好处。它这 avocado 外面烤过啊。有烤过，对，它整一只放到烤炉里面烤，因为它这样烤了以后，你这样挖下去啊，它那个 avocado 完全就是一勺就起来了， yeah, 对不对？好，谢谢鉴定团的美食鉴定团的评语，那我们现在让两位师傅就尝试一下对方的作品吧。That's very unique.I've deep fried avocados. I've never roasted one in the oven. I lov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scallop with a little bit of curry. And I mean, if the avocado wasn't already ripe, it makes it even creamy. It's almost like a pudding. Oh, wow. It tastes like avocado pudding to me. Yeah. Pudding texture. It was really good. 那干贝。Thank you, thank you. 很嫩。Next time I want two. 很嫩，很好，很好吃。再加点一点点那个辣呢，吊起的鲜味，很鲜。后面这两道啊，颜色都很丰富，但是我更觉得这一道菜啊，是彻彻底底的两种文化的结合。日本菜里边都很讲究一个，除了酸甜苦辣之外，还有醍醐味。所谓的醍醐味，我今天感觉到了，就是那个味道，刚刚打碎那个味道。両方のホタテとも料理ともホタテの風味がすごい引き立ってた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私はそのソースとの絡みで美味しかった よりホタテの風味が出てたのは洋食の方かなと思いました。阿华师傅做的这个我真的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就像在洛杉矶，就是融合了不同文化的种族的一个和谐吧。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蛮好。我比较喜欢这个，那个外国师傅做干贝，我觉得对他们来讲不难，我觉得是对他们来讲轻而易举啦，所以我就觉得在变化上面、巧思上面，我会比较欣赏这一道菜。但是主要的是要好吃，那我觉得这道是特别好吃，那我很想再点一个，所以我先再点一个。所以下次我们提前订。我当时觉得两道都好吃，如果到了哪一家餐厅，哪一道我都会觉得很开心。我是觉得呀，应该都 OK 了，因为你要一个西方的师傅，他去真的很了解中国的文化的食物，他需要一点时间。所以这两道菜，我觉得这个创意很好，对，但是前一道菜里边那个我们说打碎那个创意也很好，两个都很有创意。经过两轮的东西比拼，请问美食鉴定团，你们做好决定了吗？今天这四道菜虽然品种不多，但是要选出最好的那一道，或者谁胜谁负，确实很难。东邪西毒之间的对决，在金庸小说里面从来就没有谁胜谁负过，对，各有高下。那所以，但是我们还是要投票一下，大家觉得你投谁呀？我还是投。我投给这个西厨，两道菜我觉得都有创意。日本で全部食べたことないような料理だ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今回はチャイニーズ。好，现在打成一比一了。好，接下来娟姐。很难去评论说啊，这同样的歌，这个人唱的好，那个人唱的不好，还是什么的，有点很难啦。但是如果在讲手艺层次方面来讲，说他的。西方的这个师傅，他的那个煮汤的这个，他们在准备这个汤的底料的时候，他们是比较有点功夫的。我就选西方的。杰夫哦，关键的一票，做一点选、啊，做一点外交。对啊，因为我其实坦白说，我觉得每一道都很好吃。说真的，一个韦婆大王的我，吃这么新鲜又好吃的菜，我觉得很有福了。不过我倒是觉得还是要支持自己的人嘛，所以我选阿华。阿华是你自己人，
很多我们特别是华人的观众来美国之前都说啊，你们美国没有什么好东西吃，我就错了。美国有好东西吃，但是不是传统的在台湾、在香港、在中国大陆吃到的美食。住在洛杉矶的人是最幸福的，气候、美食，美食，尤其是这几年，哇，我觉得对文化的包容太厉害了。尤其在美食，我们这边真的是一个 melting pot。说这个美国其他的各个角落，说不定可以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不管是中国菜、意大利菜、法国菜、中国菜、日本菜、韩国菜，而且我们大家彼此都在影响到彼此。对, 对, 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这种彼此影响就是创意的基础，所以你这个节目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所以以后我们再找到什么好的美食介绍给大家，还要请你们几位来跟我们一起来把这个好的美食推荐给我们的观众。洛杉矶以后人口膨胀现在都已经膨胀了，人口膨胀也是更多美食来到洛材矶的一个基础一个原因。今天非常感谢杰夫，谢谢，谢谢娟姐，谢谢，谢谢洛杉先生，谢谢，谢谢。好，我们下次去哪里找美食，更好的料理，注意我们的节目。